今天是102年台南市政府集团结婚的好日子，共有新郎谢宗宪和新娘林依璇等118对新人即将在此共结良缘。现在我很慎重地请问你们，是否愿意共同许下承诺，在往后的婚姻路上，无论富贵或者贫穷，健康或者疾病，顺境或者逆境，皆愿意互相扶持跟爱护，愿意彼此尊重跟包容，相亲相爱，永不放弃，直到白头。首先我想请问新郎，你们是否愿意？新郎刚刚不下听了，他不下听了，他不下听了，是哦。新娘注意听一下，你们新郎有没有讲他？好，来，再一次哈。首先问新郎，请问你们是否愿意？愿意。大声点，新郎再大声点哈。市长再问一次，来，再一次哦。请问新郎们，你们是否愿意？愿意。好，非常好哈。接着市长要请问新娘哦，新娘们，请问你们是否也愿意？我们新郎要欢乐哦，新娘跟他没啥声音嘞哈，这个不是结婚来的吧哈、哦？好，来新市长再问再请问一次了哈、哦，各位新娘们，请问你们是否愿意？好，愿意哈、哦，不错，声音很好听。好，现在我就宣布你们成为夫妻，请大家一起掌声，恭喜他们，恭喜恭喜你们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请代表的新人哈，向我们市长。